啊，呢就隨時候命啦，今日馬房配合噶啦，都係啊。啊，今日呢個莫雷拉好似好積極喎，連續兩場入 Q。我趁機買下佢騎師王都幾好。潘頓反而唔知點咧，潘頓手馬都幾叻嘅今日。嗱，呢場跑千六。14隻馬跑有5隻馬贏過，就係呢個金像非凡，年年行運精選，開心大師同埋美活人生，咁啊入個位置嘅咧，最叻第三個就係中橫16呢只10號仔，最叻第四嘅咧就係7號合夥共勁。咁啊，有一大扎馬咧，就係初跑此程嘅呢啲包括咧，中意寶啊、信心寶、宇宙英雄、德勝多、前途永恆、進神係後補上嚟嘅。啲後補馬成日都揾到啲大騎師嘅，唔知點解咧？唔知係咪候住喺度後補嘅？同埋呢個14號樂天派咁樣，甲晚大熱咧就年年行運。隔晚大熱暫時都冇運行喎，今日大熱門就贏咗一隻，就係圓圓動力。上仗跑得好嘅馬咧，就係冇乜喎，最叻都係1號大跑第四，然後就係5號幸運精選。都跑第五嘅，合夥共勁跑第五，美活人生跑第五，係咁樣嘅咯喎嚇。其他啲都係6677起碼啦，樂天派都係第六，年年行運都跑第七嘅，隔晚大熱。嗱，有3隻馬咧，就係所謂從未落地嘅，就係1號金像非凡咧，跑2次，1個 win 1個第四，就0次落地咁樣。另外一隻咧就合夥共勁跑過1次第四，另外一個咧就中橫16就跑過1次第三，從未落地咁樣嘅。嗱，以上名率嚟講咧，就10號最好，10號呢個中橫16咁佢跑1次第三，咁啊梗係100%上名，佢未 win 過嘅。然後咧就有3隻馬就差不多上名率，叫做5號、1號、13號。都是0.5啊，咁松啲咁样样啦。咁咧就其中咧就1號仔啊，胜出率最高嘅。咁佢跑2次就1個 win 1個第四，系1個 win 1個第四咁样。咁啊，所以有0.5嘅 win，取胜率就0.5嘅上名率咁样。咁啊，1號比5號、13號好啲嘅。11號咧點咧？11號係喺呢一群馬當中勝出率最高嘅，呢個11號仔係叫開心大師，佢贏過4次添喎，好勁嗰只馬，跑過13次，贏4次，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三，一個第四，6次落地，近績就上次第8前至第四咁樣嚇，咁啊近績最好咧就係1號。然後就去到13號呢啲啊，13號就上次第五前次第二咁啊，就都好前啊。咁啊，再數落去就係11號啊，嗰啲咁樣啊，11號3號、7號呢啲咁樣啊。即係近績最好嘅咧，就係1號啊，近績最好1號。咁我而家關注緊就1號啦。起碼都0.5取上名率啊，5號、1號啊、10號啊、11號啊呢啲咁啊，近績好嘅咧就係1號、13號。我一間睇埋田轉機先睇下有咩心水啊，睇下有咩。我主持緊1號、3號、7號、10號，好合理啊！一號仔係近績最好啊嘛。又有0.5嘅勝出率，咁啊3號啊點啊？
三号都几好啊，三号仔系0.08嘅取胜率，0.16嘅上命率，系输咗俾一号仔嘅，不过系骑师啊，积极啊嘛，三号仔系啊，莫雷拉啊嘛，我拣一号。潘顿啊，真系拣咗第二次拣佢啦。潘顿，Jenny 拣咩啊？三号、五号、七号、一号啊，都系拣啲热门马。三号、五号、五号冷门嚟噶，潘明辉。七号啊，咁劲，咁劲都有0.5嘅上名率嘅。我一号、十号，我拣十号。十号跑一次，一次第三啊，100%入位啊。一号就近绩好啦，同埋有取胜率啊嘛，好啊。我买一号、十号。张大师嘅场啊，孖拣。都系啦，都仲有啲谂下啲脚。嗰啲一号、三号嗰啲系大热门 Q 嚟嘅，一号、三号，好多人买嘅。胜出率最高系11，跑过13次，赢过4次，哇，犀利啊！呢个十一号，十一号呢只。开心大师啊，班黄浩南跑，即系除咗一号之外啊，个意思即系十一号系胜出率最高嘅，上名率最高系十号，然后系五号、一号、十三号，三只差唔多嘅。知道美活人生啊，合伙咁劲啊，得胜多咧，都系10倍留下噶嘛。好啦，镜头就影住后面呢一扎马咧，就未入嘅。睇翻前边嘅状况先啊，见到搞紧咧系乐天派，都仲有啲脾气啊。好啦，入闸顺利。另外，开心大师已经入咗噶啦，再嚟就幸运精选七号马合伙咁劲，十号中横十六。年年行运，跟住就得胜多，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噃，交俾闸前。咁跟住八号仔有位置有飞，八号仔系上次跑第十，前次跑第三嘅。黄旗举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合伙咁劲，少少慢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外边戴面箍咧就系呢只咧，咁啊就系大热门啦，嗰只金像非凡啊，响佢出边咧就幸运精选啊，两只马比较快嘅，第三位咧跑千六跟前咗，得胜多啊，外边啊乐天派啦，中间浅蓝衫红眼罩美活人生啦，外边浅蓝衫嗰只咧就系呢只前途永恒啊，咁啊有难嘅，咁啊粉红衫咧就系内栏位置大约嘅第七位到咧就中横十六啊，后啲嘅马啦，开心大师啦，宇宙英雄啦，内栏尾五位置紫色。眼罩咧，咁啊就係嗰只合夥咁勁啦，中間中意寶啦，咁啊外邊位置咧年年行運響個三搭嘅位置，好彩有遮擋，尾四到啦6365嘅，後邊兩隻進神啦，外邊粉紅寶咧暫時墊後係順心寶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800米彎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就幸運精選啦，金像非凡咧就要攞翻佢出邊咧就慢慢咬翻上嚟啊。內欄慳咗好多位咧就係粉紅眼罩中橫十六啦，中間紅眼罩淺藍衫美活人生啦，外邊位置咧咁啊仲有呢只前途永恆啊，再後邊第六位中档系呢只咧德胜多啦，响入边咧仲有开心大师啦，要外边骑啦就系恶头嗰只橙衫嗰只乐天派，大外档咧飞到最出系年年行运嚟噶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金像非凡，轻轻过咗嗰只咧就幸运精选，幸运精选未散噶，再见到中间位置德胜多上紧，外边追啲嘅马仲系合伙咁劲啊，入边偷威上嚟仲有中横十六，最后100米到金像非凡透出，外边德胜多逐步蚕食上嚟埋。变咗个幸运精选，接近终点外边冚上嚟赢，系得胜多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咧，
好，输咗俾阿德胜多先，咁犀利嘅德胜多八号仔，上次跑第十，前次跑第三，从未即系初跑此情咁样啊，咁啊啄咗我只 win。唉，真系咧，第三名就五号仔，五号仔几好啊，五号仔，五号仔有诶。0.5 的上名率的都有少少唔有少少不順啊，但係啊，點解咧？即係重磅一啲啦，唯有賴係咁咯，係咪？都俾阿梁家俊咁都幾好啊！華將贏咗兩場啦，我冇揀啦，我冇揀八啦，我揀只10啊嘛，我揀十號喺第四。而家睇下點跑啊！嚇，即係即係潘頓都算啦，即係 OK 啦，我覺得。你有份鬥啊嘛，即係嗱咁啊，潘頓只馬就係、是、第二位嘅外邊嗰只紅色帽嗰只咧就帶頭，咁啊只潘頓咧白色帽嘅，咁啊喺第二位。咁啊，兩隻馬咧就話即係劇鬥喺直路嗰度。咁啊，潘頓而家就想佔咗條欄嘅，佢其實都佔到嘅，叫做佔到嘅。咁啊，五號仔喺前邊啦。呢只唔係五號仔嚟喎，呢只。八百米彎。幸運精選喺前面，金像非凡就喺內邊去翻外邊咁樣，一來一回又爭咗少少位。我跑緊翻嚟啦，就係、是、兩隻馬喺度鬥。一隻內欄，一隻潘頓啦，潘頓都好似出咗少少頭咁樣啊，出咗少少頭啦，但係。個走勢唔係好勁嘅，咁就五號咧就喺裏邊咧，喺兩隻馬鬥，我以為一兩隻馬穿 Q， 點不知梁家俊喺度喺一路上嚟啊！哇，佢啲邊真係好有韻，好夠韻律，八一五一五鬥足全程啊！後上八過咗一個鐘，我買10嘅，即係十號就跑第四。就等下一次機會，唔知等幾耐先見到佢。8150都係熱門嚟㗎，103、103蚊 Q。